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土的话哈，是两个大小不同的烧杯的，甲烧杯哈装了50 ml 的水，乙烧杯装了100 ml 的水啊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哈，乙烧杯中的水质量较大，但两杯中的水密度呢相等，这个对啊，水的密度都一样。那乙烧杯它是100 ml 嘛，所以它通常水的密度是一啊，所以它差不多是100公克嘛，它差不多是50公克，所以乙杯的水的质量比较大，这个 A 选项是对的 ，A 选项是对的。那 B 选项呢？乙杯中的质量比较大，这对了，密度也比较大，这错了，密度两个都一样，因为都是水嘛。再我们看 C。甲乙两杯中的水密度相等，这个对，所以质量相等，这错了，因为它体积大，所以它质量大，两个密度是一样的。再我们看 D， 乙杯中的水体积比较大，所以密度较小，这错了，两个都是水，密度一样，它体积大，所以它质量大，所以这里答案应该要选 A。